艾尔德巴特，红色角落，中国选手刘文松。年龄差一岁啊，身体重差1公斤。刘文松是10胜1平1负。7KO 对手3战3胜1KO 的全胜完美战绩啊，目前为止啊。好了，哦，这下很重啊，这下。哦，艾尔德巴特啊，黑色短裤啊，上来给了刘文松一个下马威啊，这下重击很重啊。刘文松红色短裤，又是前手很重啊，重炮手啊，艾尔德巴松啊，感觉他不想跟刘文松打满啊，感觉想要手狙 KO 的感觉啊。对，后手击幅好重，从体型上这个巴特也会更壮一些啊。对，这样的好处呢是可以把自己的重拳的优势啊一来就发挥到淋漓尽致啊，但是坏处就是一旦没能第一局吃下对手啊，后面的体能就会有问题。对，后腿中刘文松打防守反击，对方连续重击组合拳，最后一下打空了，刺拳挡住，刘文松得稳住，前手刺拳，前手刺拳，后手击服。看刘文松这个拳法目前还没有重击啊，后手击服，前手干扰对手，做假动作摇闪，刺拳后退躲过了，感觉对手是比较快速进入状态，刘文松可能有点慢热啊。对，慢热。不过刘文松明显是有身高臂展的优势啊。前手击服，应该在5公分左右啊。嗯。挡住前手，勾腹打头，而且他这个勾腹打头的间隔好短，对，好快。欧福躲开了左拳，艾德巴特晃了晃头，前手击服后退，前手摆拳，摇闪，拉近距离，刺拳。刘文松好像已经适应了对方的这个节奏和力度。嗯，以及这个出拳的这个时机，你看知道后退了，哎，双方刚才都在拼后手哎，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啊，功夫打头，对，刺拳，不到10秒了，后退中的前手摆拳迎击，而且迎击之后为了防止他反击，一个环绕步躲开的动作，这几下前手空了，哦，你看躲开了刘文松压哨的一个前手刺拳啊。这个艾尔德巴特的状态很满足啊，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啊。对，从身高和臂展上刘文松是有优势的，但是打得太被动第一局。慢镜回放，前手前手摇闪走开，一下一下近身了，要蓄势发力了。前手打空了，勾腹没打中，前手击服，刘文松有反击的动作，假动作去骗艾德巴松。你看刘文松先做个打头假动作，然后实际上是击服了，后手躲过了。哦呦，艾德巴松刚才进入了自己最合适的火力
距离打后手重击，刘文松得注意注意。嗯，勾腹很重啊，那一下兑换前手拳，后手后手躲开了，摇闪打头，哎呀得注意啊，注意力得集中一点，漂亮，勾腹打头，手收住了，艾德巴松很轻松啊，用后手在做挑衅动作，转着圈玩一个花活，刘文松的核心力量和巴特还是有一些差距，拳打得有点飘，对，因为他核心力量没那么强的话，你打出去之后，你无论是拉回来防守还是接第二下的动作，第二下的攻击都会造成有点飘。对，这拳打空了，我艾德巴松的反应很快，预判能力很强啊，连续勾腹，勾腹，刘文松做连续组合拳的动作，一定要当心对方打反击啊。连击躲开对方的左拳反击，前手击腹，好，前手，哎，当心头撞头，不要，后手躲过了，这下后手没中，因为刘文松没有上步啊。左拳打空了，哎，对手左拳中了，勾腹的时候要注意头部防守，嗯，后退中不停的上勾拳，哦，头开了，啊，开了开，那没鼓没鼓，是头撞头撞开的吗？好像没看清，他这里拳打开了，头撞头撞开了，待会儿看一下回放，嗯，没鼓撞开了。打头，看怎么开的，上勾打空了，换重，换后手重击，拉开距离上勾两下，哦，已经开了，这个时候没看清楚那个头怎么来的，没看清。上来就主动攻击，然后连续的击腹，后手，摇闪到了围绳边，艾德巴松，上勾拳要打的时候，由于是拳击，你不能一个手箍着对方的后脑后颈，然后另外一个手出拳，这是犯规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裁判要把两个人分开换拳。高福，哎呀，中了后手，刘文松也还了一下后手，漂亮，刘文松还了两下后手，我不亏，我中你一下后手还你两下，赚了，哎呀，这个左拳刚才漏洞好大，对，刘文松你看他左拳做了假动作，第二下还没打出去的时候，对手马上拳就打头了，啊，连击，你看第二下中了后手，后肢换后手推开，左拳打空了，右打空了，对方在不停摇闪找他漏洞，上勾，
裁判又说，不能压头，不能压对方的头，手不能压对手的头啊，因为拳击他不能你一个手去控制对手，另外一个手去打对手啊。打了一下右拳环绕步二连击，再打后手，前手击服躲开刘文松的左拳，后手打在拳套上，后手击服，但刘文松你看他近身的时候头部防守得注意啊，如果对方抓住他近身内下出拳，但是掉防守的这个手臂的时候，那个漏洞就有点小危险了。上钩，对方环绕步逃出去了。你看对方的前手打一下躯干，打一下头啊，这两下间隔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对。后手击服，哎，躲开了左拳，上钩，哎，中了，刚好打在伤口上，出血。出血面积增大了，刘文松后退了，一下打得很难受。后手对手照着刘文松的伤口打，你看刘文松的血全部染到对方的左拳套上面了。对，对方提肩防守，再后手，刘文松的左拳被对手同侧手臂挡住了，勾服。看刘文松愈战愈勇啊，还是向前顶着打呀、啊。对方就等着你第三下的时候跟你打对攻，打穿插。对，开了后手，刺拳。刺拳，刺拳，摇闪不到十秒，狗斧打头。防守摇闪，哎，压哨打了一下，刘文松表示不好意思，轻轻的拍了一下对手，当作道歉啊。讲武德，年轻人。这下左拳打中下巴了，上钩，看这下差点把刘文松击倒，对，他的打的身体一晃，头仰的比较高，刚好抓到这个反击，看后手又打中了。好了，第四局躲开了左拳，漂亮，摇闪击服，躲开了左拳，哎呀，又被对方左拳打中下巴了，后手刺拳，后手打晃了，打晃有点退了，刘文松有点不稳，刘文松的这个拳老感觉发不出力量来的感觉，对对手形成不了威胁。是的，后直再打后手，对手后退躲开了，上钩，上钩，高福，哇，这一拳很重，裁判刚才的动作是不要头的位置，不要太摇闪的时候头部不要位置不要太低，而且你摇闪之后不能待在很低的位置太长时间，后台前，不然就有点照越位吸引对方犯规的感觉。你看这几下摇闪上钩打空了，后手又打空了，这几下近距离的被你打中是没关系的，看着是打中了，实际上力量不够。
距离不够。对，距离不够。后手击服对方摇铲躲过去了。嗯，后手刚才那下打中了艾德巴松，艾德巴特。上钩上钩。刺拳。后手击服这一下打空了艾德巴特，你看一没打中他马上就摇闪了，他就知道你有可能迎击或者反击啊。对，他打法容错性很高啊。这个距离被你打送给你了，没关系的，可以打了之后马上拉开距离。勾服刘文松也击服，刘文松得注意自己的平衡啊，刚才差点被对手带的失去平衡。那样哪怕裁判认为你是滑倒不会赌你秒，但是印象分上会扣一点点。后手躲过了对攻，上勾拳躲开摇闪，漂亮。后直这下打中了，哎呦，打中刘文松的伤口了呀。后手打这一下后退摇闪，摇闪这下右手又躲过了。越打越好，刘文松越打越好，但是他这个伤口会越打越大。刘文松有一点慢热，我觉得。对对对对。另外，他的臂长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上勾打空了，对方的摇闪打后手再环绕步逃出去，对换。这个距离被你打中没关系，送给你。我再勾服，勾服躲开你上勾拳，再对攻换拳。上勾打空了，上勾挡住推开，后直非常好，你拳很重啊，挡不住啊。打近距离前手刺拳跟进，对方有右拳的反击，右手摇闪，这个提肩防守做得很溜啊。有左拳打空了，上勾打空了。刘文松其实在，哎，刘文松被对手打中了下巴，哎呀。其实刘文松刚才那几下连接啊，就跟上一个回合一样，就是得势不得分啊，就现场观众觉得这个是有气势的，但对于裁判来说是可能打分的优先级没那么高，又中了下巴，哎呀，对手。一个是对对方形成不了威胁。换拳对攻，后直，上勾，哎，漂亮！摇闪要近身，上勾空了，后手，刘文松应该再把距离拉远一点，摆拳，擦着头皮打过去，看对方的这个肌肉耐力。后手击服，刘文松虽然爆发力不好，肌肉耐力还可以。后手上勾打空，对手拉开距离，前手击服，哦、打头漂亮。上勾打空了，后手摆拳，再后手拉开距离，刘文松左拳打空了。躲开了左拳，再拉开距离，躲开刘文松。刺拳后直，第二下打退。往前施加压力，对了。
下追击，对手搂抱了。刚才有点打后脑的嫌疑，但不是主动打后脑，不是有意的。你看前几个回合都是艾尔德巴特先出击啊，这一局刘文松主动连续攻击对手啊，但是要注意体能分配啊，对手不出拳反而有可能是在憋体能抱重击啊。上攻空了，空了，对方击腹很重，这一下摇铲后手打退，天哪，击腹打头推开啊，推好拳，看摇铲搂抱，躲过摇铲，漂亮刺拳上钩打空了，刺拳摇铲后手组合拳连击了，上钩上钩漂亮，摆拳对攻，左腹打头拉开距离，刘文松左拳又打空了，对手上勾拳两下打空，啊连击躲开刘文松的连击，上勾上勾躲过了，要止血了，叫那个处理刘文松右眉弓的，哎，这巴松鼻子也挂彩了，要打后，要打前手，对方打了一下，拉开距离环绕步了，漂亮的摇闪，收腹打头。刘文松有点没站稳，刺拳连续两下摇铲躲开刘文松的前手，后退中的前手反击，勾腹打开距离好连击，摇铲上勾，连续上勾，漂亮，躲艾德巴松的，艾德巴特的勾腹，打空了，搂抱了，艾德巴特好像体能有点衰竭了，之前他都没有这样主动搂抱的动作，刘文松还是愈战愈勇啊，没有放弃，但点数上和场面上不占优啊，对攻漂亮，他一直是留着好，勾腹打头当心，时间到，thank you.
的打空了，后手你看反击，马上在腋下摇闪环绕步出来，的感觉啊，是那种速度非常突然的、速度很快的刺拳。二连击，马上再打了移动，不给刘文松追击反击的机会和距离，挡住这一下右拳。左拳打平了，二连击中。后手反击，又打一下刺拳，而且埃德巴特在拉开距离的时候会双手放下来休息一下，因为双手一直抱架的话对体能消耗是挺大的。上勾打空了，有反击，拉手套了，假手套了，应该是漂亮，后退躲开刘文松的左拳，基辅打头，基辅打头，上勾躲过，对方左手的反击，上勾上勾，第三下躲过，后手重击啊！裁判那个动作，大家不要头撞头啊！两个人近身摇闪的时候不要头撞头，继续后手重击，上勾上勾。拳打空，右拳打空，上勾打空了，再来一下上勾，后手打空，上勾，后手摇闪打空，后手。刚才被对方左手的后手重击啊，左拳的反击打退了，对手后脚是没站稳的，刚才左拳打头，右拳击服拉开距离，前手又躲开对方的左拳，漂亮，这是最后那一秒啊，刘文松还是很志在必得的，第八局了还两局啊，刺拳加油，环绕步出去，刺拳摇闪搂抱，裁判不来分开吗？来了，勾服摇闪，提前防守，连续击服打空了，摇闪躲过了左拳，差点，
警告刘文松不能用一个手勾后脑，另外一个手出拳，这犯规的，后手躲开了，这个拳打空。刺拳摇铲，勾拂，上勾打空了，躲开了，击拂，上勾打头，左拳，二连击，左拳打空了，上勾打空。后手两下，对手前手反击，后手重击，躲开了右拳，漂亮。海德巴特躲开对方左拳，把连击打中，连续左拳上勾，后手左拳打头，右拳击拂打头，打头上勾打空。一下马上环绕步转圈跑出去，时间到，打空了，失去平衡，被对方右拳反击了，肩膀撞头了，上勾两下三下躲过，裁判警告你打上勾，同时另外一个手不能勾对方后脑，起伏起伏打头，上勾打空，看右拳打了马上环绕步转圈跑出去，你追不到我，反击打不中，一共打十局啊，埃德巴特会像上一回合把这个 KO 的机会留到最后一局吗？打头摇铲，后退中的右拳，上勾拳打空了，右手的缠带松了，哎，裁判没有打左手，哎，刚才那个右手，刚才那个王德康缠左手，右手放围绳上就被裁判打了那个右手，你右手缠带没有松啊，不能放在围绳上休息。起身要打上勾吗？对方也有右拳反击打头啊，亏了呀，你打中对方躯干，对方打中你头，为了晃，注意连续击拂，埃德巴特展出很快的两下击拂的拳法，后退，这两拳打空了，埃德巴特的命中率其实也降下去了，击拂击拂连续打头，最后一下摇铲，好，要处理刘文松的右眼角伤口了，不是，缠带就松了，扯掉重新缠，右手还是放水围身上的，
艾尔德巴特双手的范围身上在休息，按理来说双手不应该范围身上休息，因为那个是不是休息，只有局间才能休息，你到了局中暂停的时候你只能站在角落不能休息。裁判刚才动作不能头撞头，两个人距离太近的时候头撞头的休息，当然也有可能两个人都想额头放对方额头上休息一下。上钩，上钩，上钩，第二下空了，打空了。刘文松左手的缠带又松了，可能是因为出汗太多了。左拳打空了，马上滑到步跑出去打前手，互换了拳法对攻，摇闪近身了，勾服，勾服后对勾卡连击，刘文松被这下打得有点难受啊，注意不要头撞头了。刺拳，刺拳后手，刺拳后手打空了，上钩，刺拳上钩拳打空了，不到十秒了，刺拳后退摇闪再摇闪，摆拳击服，连续两下击服，速度很快，间隔很短，躲开刘文松这几下摇闪，挡住击服，击服，击服，打头，看左拳反击打中刘文松下巴了。刘文松出拳的时候，出前手会掉后手，因为体能的原因啊。好，马上最后一局啊。知道上一队选手啊，那个王德康是等到了最后一局第十局 TQ 了赵军啊，这一局呢那个蒙古选手艾德巴特会复制上一局吗？会等到最后一局 TQ 刘文松吗？我们不知道哎。后手，艾德巴特的环绕步很不错，击服打头后退，打防守反击，上钩上钩，摇闪，左拳打空，右拳上钩，击剑防守，摇闪再摇闪，打后手反击，刘文松连续出上钩拳，这个对自己体能要求非常高，刘文松左拳套的那个缠带啊不停松掉啊，证明他左拳出的很多啊。上钩连续的后手重击，让后手击服，后手打头，后退后退，上钩，打空了，时间已经过半了，最后一局摇闪，艾德巴特的体能明显看得出来已经是降下去了，开后退，前手刺拳，刺拳在环绕步在后退，刘文松步步逼近，
右拳打空了，上勾又打空了。踢服，刺拳。上勾，再上勾打空，后手打在胸口，上勾，推开，上勾勾服，不到十，哎，怎么敲棒子？这个时间不同步啊？对，反手反扑。